一位梁国雄议员，主席，我就唔重复啦。我想请教你哋，嗱，你哋就话咧惯常嘅做法，咁我想问啊，几惯常啊？即系未过城规嘅嘢，就喺呢个攞钱去勘探嘅时候，就攞埋预备标书文件及评审标书嘅钱，系为数系1820万，喺顾问费嘅项目底下，喺你哋第五页嘅文件。是不是啊？就咁簡單啦。你覺得咁樣做係慣例嘅，咪舉例咯。我俾十分鐘你，嗱，主席，你唔好十分鐘之後唔好散會啦，咁就唔好表決啦。你即係你覺得真係咁嘅，咁我咪服咯。幾時邊一刻咩叫習慣？吳亮昇佢話習慣咯，習慣可以劃線咯。我話我冇習慣喎，唔好意思，係咪？你中意拗腳，我唔中意拗腳嘅喎，冇香港腳嘅喎，係咪啊？好簡單啫嘛，咪俾局長咩叫習慣先？習慣錯咯個習慣，壞嘅習慣點解唔改啊？局長好簡單，主席好簡單，我諗都以前已經答過好幾次，咁今次咧我諗都好簡單講翻。安達臣道石礦場發展用地、啟德發展計劃、灣仔發展第二期工程、屯門54期工程，佢哋嘅安排係同呢個一模一樣。多謝。Okay. 喂，嗰啲過咗食，喂，嗰啲係咪單位數對60000啊？你問完咗啦。你講乜嘢啊？嗰啲安達臣道嘅石礦場係咪60000個人反對？得7個人贊成。梁國雄議員，你完你唔喺政府裏面就唔好講，馬生。下一位，張超雄議員。張超雄主席，我想問政府喺訂立呢一個規矩，即係話如果係有。